大家好。我们一家人从2015年开始修心灵法门到现在为止，已经四年了。我们的生活从学佛念经开始发生了很多变化，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变好了，我儿子也听话了，事业也顺利了，我跟着我几年的悲痛很神奇的也消失了。我几年前我很忧郁，对很多事情执着放不下，整个晚上都睡不好觉。自从学佛念经以后，我就已经放下很多了，晚上我都能够一觉到天亮了。我感恩观世音菩萨带给我们这个心灵法门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，感恩心灵法门。